Hello，大家好，我是番茄尤瑞。今天我们回到《路之记》完美展现。那上一集的部分，我们算是进到了剧院地下室，可是我们还缺很多东西，所以继续吧。找找看。我是不小心按到的，算了。再来是弓箭的箭，箭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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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在哪里？嘿，好。就这样把提示用掉了。螺丝刀，那个东西可以用螺丝刀吗？如果这是螺丝，就能……哦，这不是螺丝。把它们绑起来会更好。哪里可以用上螺？哦，等一下，这个是什么？等一下，这个是锋利的石块。好，锋利的石块，我们好像可以把什么东西切割下来吧？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我们有绳子、窗帘绑绳，然后有螺丝刀、锋利石块、硬纸板。圆的东西，看不出来这个珍珠原来那么大颗。我们还杀两个。现在还可以干什么呢？我想想，螺丝刀。剧院地下室还有东西吗？被挡住了，上不去。没有，没办法。窗帘绑绳，很好，找找看，乱摸有时候总会中一些东西，你知道，就是。大锤，旧的收音机，烟火，烟火，哪里有烟火？对，烟火。大锤。这样我们就会被人家发现了吧？那么大声，还少很多块呢。好，
ROPE。看起来可以把它撬开。好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放，刚好能放上块梳妆镜。ROPE。Rope 可以干嘛？又是一个提示，可是不知道这个提示可以做什么用。好的，真是又是一个新的难题。我没有起钉器，我只有螺丝刀。好啦。还有什么可以用呢？好，这张面具。关闭，关闭。我们这边现在螺丝刀哦，这边应该没有东西了。哎，懂呢？那侦探后来到底去哪里？任务：跟从指引进入工厂。好，我又再度卡关。行，好啦，那我觉得我们只能再回去看看。哎，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遗失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还真的蛮容易的，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年纪轻轻就开始这样，这边应该是没东西收。LP 啊，对啊，还有这个。最后有什么？打开了。这是什么音符不见了，所以我要找其音符。好，不是小魔女哆啦咪咪音符、哦。跟悲伤，拼字游戏，拼字游戏，哪里有拼字游戏啊？哦，飞艇，飞艇，飞艇 ，Where is 飞艇？听起来好像另外一个字，飞艇哦。
这么叫我一看，我还真没看出来在哪哎。好吧，求提示。哦，在箱子上，它是一个图案。原来如此。洋娃娃手，我要洋娃娃手干嘛？这挺猎奇的。起前起，它需要一个圆盘来打开它。好，还可以去仓库，还有仓库。哇！碎片，它需要它的锁很奇妙，上面有奇怪的光。好，我们先回去好了。嗯，这个可以放上去了。它是可以转的，虽然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转它，反正你就是摸一摸，它就突然转给你看这样。都已经裂掉化妆镜、梳妆镜，到底还有什么用处？不可能比这还要好了。化妆镜它已经裂开了，我还要用它？好吧。我刚还以为它会有什么内容呢，结果也不是。这是什么啊？齿轮形状的钥匙来打开它。透明的乐谱。I'm a genius。 另外一边就是这个门了。经理办公室，切下来。这是什么？有地道哦！哇塞，纽扣大小的孔。这是什么？舞台已经准备好，但演员都不在。天知道里面有什么。好，好，就是我有就无意中，我以为每一个都可以开这样，结果不是，俺只是不小心开到的，原来如此。
这样晃啊晃啊晃啊，还蛮可怕的。又是找东西。是什么洋娃娃？老鼠，我还要去找一只老鼠。这里，棒棒的。镊子，洋娃娃的手，镊子可以干嘛？还有圆盘锁，然后另外一边呢？好，这边没有东西。哦，齿轮形状的。好像哪里有需要齿轮形状的那个不是这个这里吗？不是哦，是哪里啊？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记忆力很差？啊，就是你了，开锁器。开了，去锅炉房。哎呦，这看起来不是很妙。螺丝刀。好了，谜题信息是什么？匹配颜色。原来如此，我想一想。好，我有点小乱搞，但我想试试看。等于我一开始就要先混一个颜色，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看一下，如果是这样呢？哦，不行，我知道为什么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就是它有一个规定的颜色。没关系，那我既然都已经弄出了那个顺序来的话，这就好办，像这样。我还想说，奇怪，你怎么没有反应？又是一枚。等下，等下，不会就这样吧？总该还要有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啊。第三篇愧疚篇。And so, our beloved Emily left us in tears and sorrow. 哦，所以她死掉了。I stood there long after we said goodbye to her. 自己的女儿过世，那是当然的。But the next morning, there was another surprise for me. 是发生什么事了？提示。Oh, sorry. My dear wife had left me too. 我觉得妻子是受不了，就是丧女之痛。Oh, so sad.Really so sad. 奖章。然后应该在经理那边吧。好嘞，好，我们先去仓库吧。想知道这个放上去以后会怎么样？好，完美展现，任务达成了。阳光，嗯，好。好啦，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可以帮我们点个喜欢。那有想说话可以在下方留言。那记得订阅我们频道，你才能看到我们的下一集。到时候下一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到底
后面剧情会怎么样，就下期再见咯，拜拜。